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霸道主播糖果果。对，我旁边的是，哎，骚酷不见了，骚裤不见，然后头上顶了一个猥琐男，老头儿。奇怪，顶着这个人到底是在干什么？我们今天是来做家庭访问的，我们来访问这间房子的祥林小朋友。最近数学总是不及格，上课还睡觉，老是揪前面的女同学的头发，并且见到老师不问好，在升旗仪式的时候还讲小话，不好好的穿校服，弄脏校服，也不按时交作业，还顶撞老师。那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要穿超级英雄套装了吗？没有啦呀，你不要材料都在我身上我跑去哦。那个你就下去了。好的，那哎，反正算了算了，真的没有女人没有什么对，没有什么自由，没有什么什人么东权，哎。西啊？哦，我做这些东西很累的，你知道吗？做的 可是我有很帮你累。打下手啊，好不的，是没问打题。你的手，而是打下手。那我们经过讨论决定，我们目前能够做出来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依照我们的现有资源能做的，就是两套，一套是什么？那个蝙蝠侠。蝙蝠侠，然后另外一套呢是 Captain 美国 America，队长没有错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设法做这两个东西。等一下，这一个合成台能不能将这个合成这个砖出来呢？好像不能合成这个砖，所以我还缺两个砖，我要去用一般的那个合成台。等一下，我，America。哎，在这边。我有，哎，怎么会跟他挤在一起啊？怎么那么垃圾好的，首先这那个界个面。美国队长的 A 要先把它弄出来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 A，所以这 A 一定要在这边合成出来才行呢。没有错，而且我合成一个 A 出来，A 先 A 丢出来，那就是糖果国要当美国队长，他的 A 你这个 A 可以怎么穿啊？不能穿了，所以我只是先丢给你看而已啊，你先丢还给我，要拿它再一次的我合天成，哪，要再一次的合成才行。丢个 A 给我是什么意思？我的作业是 A 吗？谢谢，我想个 所以我要做他的头盔出来了。好，头盔出来了。S 好，啊，模特来了。先做一些正常的东西 好，这不对美国队长哦，美国队长还有这个东西，美国队长还有一个星星要做，对，美国队长还有一个星星要做，星星。我的脸变成那个好，偷盗的雷猫这个了。就是美国队长的星星，你先拿给大家好了，你看。不用再给我看哦，让我再把它的做黑合成一下。不对，为什么我变成偷东西的狸猫了？我应该是这样子的啊，我应好的，该是超你的胸级英甲，你的胸甲也出来，哦，很服帖吗？哦，很服帖，很帅很服帖，很帅，对不对对，对对配我的小裤裤，哇塞，我的彩虹袜，好的，再来就是我的他彩虹袜的是标志好吗？哇美国塞，我队真长的腿，美国队长腿需要一个好。金锭了耶。需要一个金锭，还需要一个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然后再加这个。哦，详美情国的队合长，成，大家去看一下小李林那边的视美国队频，长的铁我出没有来了，更改不了腿。fig，yes，对。你看我穿着 小你红是，袜，还是那种卷边的。你穿的是五分裤还是七分裤？袜子拉的老高，好土。哎，那美国队长的鞋子，我再去看一下啊。美国队长，哦，烦死了！大家知道吗？合成这个我东要西，换一顶帽合成这子。东西真的是，我都辛快要苦疯了。小李林合成这些东西真的啊！哎，是要疯你看，了。配这个帽子红就可色以了。的、哎，蓝你看，色，哎，真的耶，哎，可以耶，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美国队长还有一点那个侦探的样子出来了，是吧？啊，出来了鞋子，哦，你的套装有了。你的套装出来了谢谢，我是模特，看，太好了，终于是做出来了。大家知道这个玩意儿究竟要多消耗材料吗？究竟有多消耗材料？哎，配这个帽子好看。而且我发现了一件最严重的事情啊！刚刚我少算了一些材料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材料不够，我做一个我的那个啊，Batman 呢。差多少啊？我们还差一些线，我还差一些线。多少根线啊？应该是一根左右，嗯，就差那么一根，一根左右，那应该有的吧？我哇，不知这边道。有个力量、速度、
有个叫做 egg 叭叭叭。所以你那边目前到底有加了什么？哇，你跳的好高啊！这就是对，我可以丢出来让你穿了给大家看一下。哦、也好，我去帮你找线吧。你先穿了给大家那个看，哎，先看小李林穿上去。哇、哦，小李林穿上去好帅哦！是吧？是吧？好帅哦！真的好帅哦！你穿上去爆帅的，有力量三，我爱上你了。所以意思是我原来的样子并不帅，然后你就不会爱上我了。是的啊，好，我如此的诚恳。哎，还有回血，等一下蜘蛛回血，你不是有那个吗？你不是有找到刷怪龙吗？哦，对哦，我再过去那边一趟就行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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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力量三，然后还有速度三，还有那个回就是回血二、哦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，这看什么什么，应该是跳跃吗？防止坠落吧，还是跳跃吗？是防止坠落吧？我觉得啊、哦，没有坠落伤害，那你跑高一点跳下去试试。哎，我刚刚怎么可以跳那么高的？哦，因为哎可以二段跳哎，哇真的、啊，快再试一次，哇好帅、啊！二段跳哎，怎么二段跳？就是跳起来再点一下空格是吗？对啊，但是好像有点延迟，所以是要一直按就会跳上去了。要一直按空白键，一直按空白键，然后你就会在二段跳、哦、上去了，对吧？对吧？二段跳，超酷的，有没有？超酷的！哇哦！好的，那容许我先去搜一点线，好不好？我可不想跳进去死掉。我来就行了。这边还有没有线可以让我搜啊？因为我先把东西放回去。我远离那边有点远了、哦，我在想是要去还是这个。速度太快是吧？哦，有线了，有线了，太好了！进门。给我线，给我线，我看我能够收集到多少线，我就先尽可能多收集一些。你应该穿着这套套装去打线啊。没关系吧？我是觉得还好。因为不是要去地狱嘛？去地狱就不用开光影。说的也是啊。其实我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没有开光影，就是因为很多房子不是开光影才好看，这样是没有意义的。就是啊，无论是什么样，用原版的。其实本来的东西盖出来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开着光影，其实就算是那个什么，方块屋都变好看了，对不对？哎、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盖这栋房子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开任何光影，我是用没有光影的情况下盖的。我这边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矿，我还没有挖到？就是其实我虽然探了很多，但是还有很多的矿我没有挖到的。那这边我还在找，我想要再找到最后一根线，再找一根线就好。为什么就差那么一根线不给我呢？就那么一根哦，看到了。啊天哪、啊！给我线。那我再喝一口水。好，所以我应该都拿到东西了吧？有了，请让我 TP 回去吧，谢谢。哟，我回来了，耶、yeah ！哎，晚上该睡觉。欢迎回来。嗯，回家吧，让我睡在你的旁边保护你。我可是超级英雄呢。啊，说的也是啊，我不小心就进了矿坑里面去了。好的。哦，我被扎到了，我被什么东西扎到了？我刚才一定是被栗子给扎到了。笑什么？小李林好可爱、啊。笑什么？来，我来了。哎，躺下去了，太好了。有、没关系，有美国队长在旁边保护我。哎，其实真的，如果让我选床，我喜欢睡在比较角落的地方，有安全感。对，因为我是白羊座 A 型血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对啊，真的就是不会，就是不会滚一滚，然后自己就掉下去，对不对？我很容易自己掉下去，好吗？对啊，好像真的没有那个衰落伤害的，是吗？应该是可以方便呢。衰落伤害就是应该不是完全没有，就是说可以挡很多衰落伤害，可以挡很多吧。可是根本没有那个声音啊，没有那个砰，是吧？如果说再高一点，可能就会有了吧。我试试看哦，垫十一格。这是你真的要这样子吗？好，那垫这里。好了，没有啦，他根本就没有啊！真的假的，这么厉害？好了，那我就垫十一个。那我这边我就开始，对啊，我就开始制作该做的东西了。哎，我该做的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我要跳了。让我擦一下。没有任何伤害，没有。Batman, 所以是可以尽情的掉了，尽情的掉了。Batman 的话要这样，好，那还需要两个高科技电路板。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做这个高科技电路板，应该就知道这个高科技电传
所谓的高科技电路板究竟有多么的消耗材料了。它消耗材料真的不是我在说的。好的。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情。怎么了？哦，在这里了。哦，还好还好。我就想说，我明明就有做，跑去哪里了？啊、哦，天哪，吓死我了！又要再去拿了。天哪，这光是这个面罩就这么难做了。好了，做出一个面罩出来了。再来是什么？他的胸甲。谢谢小雨林。他的胸甲，他的胸甲要先做这一个东西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哦，我的天，我的天。哦，三个这个玩意儿，所以这个玩意儿三个，然后这个玩意儿四个。然后再把这个放上去，好，胸甲也出来了。因为我没有那个做设定档、啊，所以爱莫能助。你先把我吸一下地上的东西，啊、你先把我吸起来、哦，不然我身上挺满的。再来就是这个东西、哦，那个他的裤子，他裤子的上面这边有三个这个东西、哦、以前是只要那三个金锭，你可以丢出来让我帮你试穿啊。以前是只要三个金锭就可以那个什么哦，你先看一下。哇，你有那个披风哎、欸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他会有那个披风。哇，帅，这个帅。这个帅，这个对你来说帅。他的话，对我帅哈、哦。你可以先都做出来，反正两套都可以随便、哦、我穿哪套都行。好，你挑一个你喜欢的吧。对，就是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个之前呢，只要三个金锭排一排就可以做出来了。现在的话，需要三个高科技电路板，那个东西大家也知道了，非常难做，非常的消耗那些资源。所以裤子也做出来了，我也丢出来了。最后，哦，好，来模特来了。最后鞋子，鞋子要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再看一下。其实配它小红鞋挺好看的、欸。这个是黑铁砖哦，所以我们会需要消耗18个黑铁锭，因为它需要两个黑铁砖。吸血鬼模组的即视感啊！看到砖我就觉得是抖三抖，丢出来吧，全部做出来啦！我快要吐血了。冷静，冷静。OK 了。啊，哇，帅！有一个哇，它这个是。它有防止伤害，有力量，看一下，它也可以二段跳。Oh yes, oh yes, 超级英雄现在真的是不行。来，赶快给大家穿一下，好，穿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天哪，终于是把它做出来，光是这个前置动作就很累了，前置动作做完之后，最后的动作也更累了。你穿这个好好笑。对，怎么突然这边搞笑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套装要互换一下才对？我觉得我穿蝙蝠侠吧，你穿那个美国队长很帅。对，我们感觉哎，好了，来，我们交换吧。Steels 是干嘛？对，我也不知道那个 Steels 是什么。Steels 是潜行哎，其实是坐在水里面可以潜行，你试试看。不是啊，潜行，他那个潜行是那个不容易被敌方发现的意思啦。不容易被敌方发现。哎。我怎么在水里面感觉好像可以跳超高的样子？然后那一瞬间是我的错觉吗？我刚看你也确实有跳很高，那应该是刚好踩到那个沙上。美国队长的话，相对就是有速度和那个对啊，回血速度快。对，所以美国队长做起来还美国队长做起来还比较简单一点，然后好像能力还比较强一点啊。哎，也不一定啦，他唯一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回血速度快，别的其实都一样。速度啊，那些其实不影响。防止坠落呢？哦，他也有，他也有。哎，他有了，他在往前冲的时候，就会突然多了那个速度二的效果。他在往前跑的时候，会突然多那个效果。但就是没有回血效果。对，他就是差没有回血效果了。这个倒是没什么关系。这样到底要看什么？交换吧。要交换了，好。你先丢给我，然后我再丢给你，不然那个又丢了又被我吸到。不过呢，那个蝙蝠侠我记得可以制作另外一台机器，是蝙蝠侠专用的机器。哇塞，会怎么样？我目前还不知道，所以说帅吗？所以说也许，而且这个你穿着帅，然后而且也许那个就是蝙蝠侠比较好的地方了。看看看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戴那顶红帽子，红帽子我给你啊，交易给你。红帽子，来红帽子给你，对，就是那顶小智的。哎，那个我有，那个我有，那个、我有。哦，那个有。对，我后来自己有打掉。黑的。哎、欸，我刚看我有的、啊，跑去哪里了？我、哦、找到了。说可以换哪一个呢？看看。哦，果然没有错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好看多了，这样好看多了耶。我们全部变成超级英雄了，有没有？我可是时尚达人呢。哇哦，刚刚很配合我们两个，没有错，所以刚刚好这做这两套就没错了。不过这也是我们最一开始能够拿到的材料，就真的就只能做这两个了，没有错。
非常好，已经耗费我们很多材料了，只是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收集还有拿掉的之后，就像你的钱包里面装着一万块，铁都不知道消，铁应该已经消耗一组多了去了，然后红石更是不用说啊，两组应该有将近两组去了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，对，反正就然后做起来很累，钱包里面装着一万块钱，然后给女朋友买了一包衣服之后，补了你十块钱的零钱，然后还有一大堆的线，还有一大堆的羊毛，我们都得要消耗掉，还有一大堆黑铁，啊、哦，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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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一大堆的钛金属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终于都已经有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去讨伐地狱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去地狱逛逛街了。可是我们没有剑啊。什么剑？弓箭。好的。你怎么就愣？我看一下哦，弓是有啦，啊，箭也有十五支啊，箭有十五支，然后弓是快要坏掉了。合一下就好了。把他们两个合起来好了，把他们两个合起来应该还够用一点点，够用一下。实在不行，我们用火球对抗，没关系。我们就把他打回去就好。我的内裤是外穿的哎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蝙蝠侠一直都是内裤外穿的。哦，我内裤外穿，好吧，走了。我怕我会跳到大熔炉里面。我不要进去。走，我进来了。为什么你没走呢？可是我已经获得成就了，我们必须更深入一点，应该是卡了吧。哦、oh, oh, 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走了，看到你走了，我也来了。啊、oh, ，我来，我要队友不能开光影，对不对？我把光影先切回来。不要开光影了，因为视线不太好。对，真的。哦、oh, ，我这边有这个矿了，马上就有这个矿了。这个矿跟另外一个地狱，跟地狱的另外一种矿变成合金的话、哦，它会那个是最强的金属了，就是最强，就是这个模组里面最强的金属了。那它用什么挖？我不敢挖、欸。要那个，就是那个耐酸铝，就是那个我们熔炉里面已经有了耐酸铝，粉红色的那个稿子。啊、那为什么不坐着来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很稀有，我觉得可能没挖不到啊，所以才没有那个。哎，为什么都没有怪啊？哦，有没有设点啊？不然等会儿说的也是、哦。哎，那边有那个地狱堡垒，我看到了。这假的这么快？你看，点开地图看那个排序。哎呦，我怎么又跳出全屏了？我的天哪，我都快被气炸了！时不时就给我跳出全屏。哎，真的有。行吧，真的有吧？我们往这边走吧。可是要过去好像很难。你走慢点。对，因为我们随时 走太快会掉下去的。重点是怎么没有怪啊？你不是可以变成蝙蝠飞过去吗？哎，对，没有怪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没有怪？连猪人都没有，猪人都没有，这太奇怪了。难度有开啊？对啊，难度有开的呀。这里还有哎，还有那个很强的那个矿，这里还有。还有是吗？哦，对啊对，这里还有一个。那还有，那还得搭配另外一种，另外一种是应该是咖啡，比较偏向咖啡色一点的东西。你不是可以变成蝙蝠吗？你飞过去之后，然后你踢过来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然后你是蝙蝠侠。我却不能变成蝙蝠。没有，有一些，还有一些那个特殊的工具、道具什么的，我们暂时先不。哇！我听到声音了。哇、哦！怎么突然他们就出现了？突然他们都出现了。好可怕！那我可以变成蝙蝠来砍他吧？变蝙蝠应该可以砍死他的。哦，可以了，我砍死他了。小蝙蝠，小蝙蝠，小蝙蝠立大功，小蝙蝠立大功。死吧，死吧！啊、哦，成功了，有眼泪耶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哦，还有一个。哦，你能不能瞄准一点啊？朝着我啊，速度点啊！哦，他打我呢。准头那么的不好啊！啊！我如果被他炸一下，可能就要死了，因为我的血。我打到他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二段跳起来弄死他。前面又刷一只出来了，前面还有一只。哦，又刷一只。他还有帽子的，那帽子戴太大一个了。哎、哦，他死了。我怎么会被打到？我奇怪，我又刷了啦！哇，为什么会刷？突然间刷这么多了，应该是刚刚卡了，一定是刚刚卡了。对，一定是刚刚那瞬间卡了。这怎么办？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多只呢？我们是超级英雄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莫慌。可是我已经掉血了啦！已经掉血了是吗？对对对，我的火一直没有灭。那我们先回去啊！灭了，灭了，灭了！你灭了，你灭了。灭了，灭了，灭了！就是，哎，他们都死了是吗？嗯，都砍死了。因为我没有回血啊，因为我没有回血。我赶快先飞到那边去，然后。我好像听到他那个声音，怎么那么多声音？对，我好像还有听到。好可怕，怎么有那么多？不要，你不要离开我的旁边。好好好的，我又来了，好可怕、哦！他要攻击了，在这边有一只，好会刷、啊，我看到，好会刷哦、啊！怎么这么会刷的？不对啊，这不对啊！我也觉得这不对啊，难度开得太高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不过没事，
莫慌，没事了。没有，还有他们的声音。还有吗？没关系，我先到堡垒这边，我先到堡垒这边，然后我立刻的记一个点，立刻记一个点，然后我就记点嘛。A 好，保存。还是你要 TP 过来这边？我 TP 过来啊，肯定是啊。好，你记点有什么用？记点就是我们下一次如果要再来的时候可以再来。哦、好的吧。对啊。哦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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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虽然是超级英雄，可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刚那一瞬间也还是会觉得很惊险，根本就不强，我没有回血，容易死的。说的也是哦，哇哦，这边过不去呢。蝙蝠侠，我记得有蝙蝠车啊，好像有蝙蝠车可以开。那、哎、又能怎么样？就比较帅，就比较帅这样而已。而且蝙蝠侠真的坐起来才能开、啊，可能要把它合成出来吧。蝙蝠侠做出来真的好消耗材料的啊，但是却没有回血，感觉蛮弱的。天哪！我在想是不是去源头那边把它挡起来会好一点？哦，源头在超高的地方。对啊，然后我可以变成小蝙蝠。小蝙蝠。还有地狱幽灵啊，一幽灵可以变了，也可以飞啊，只是体积很大。那个太大了，大。那个太大了啦，还不如哇，凋零骷髅刷出来了啦！凋零骷髅刷出来了，要去打吗？他已经朝我过来了。好的，成功了，你可以变成凋零骷髅，太好了。那又能如何？然后我刚刚是有看到旁边有一个箱子在旁边的啦。嗯，对，这边应该是可以跳过去的。哦呀！哇，好可怕！下面是那个，你就这样跳过去？哎，真的耶！果然无知者无畏，我是相信这句话了。我刚刚都愣了，你知道？我好神勇哦！我好神勇哦！刚刚那一瞬间，这个不是神勇不神勇吧？这完全是不要命好吗？果然是美国队，果然是美国队长这样子，果然是美国队长。而且他可以做他的盾牌啊，但是我在想应该材料不够了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做他的盾牌了。嗯，未来还可以继续再做的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哦，有两个小下楼梯。好，走，往下走，我们看能不能拿。哦，有这个地狱疙瘩嘛，然后我们拿一下灵魂沙也可以带回去，我们可以种一点这玩意儿。哦，变种蜘蛛，对，我们就没有碰到变种蜘蛛了，对不对？你说那个超大的红色的超大的那个，对，哦，我又被跳出全屏了，到底是几个意思啊？是不是什么 QQ 的广告又来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有点类似吧？有，我也常常就是很奇怪，反正 QQ 开着，莫名其妙就被跳出去。你跑快哦，等我一下。你好可爱啊！这里好可爱，怎么了啦？怎么就可爱？你刚刚走过来，好可爱。好，那你跑远点再看我走过来、啊。好，可以啊。喂，说好笑的，莫名其妙。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种萌点？有的，超萌的。总是在嘲笑你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才没有嘞，才没有嘞。嗯，好，继续往前走吧。所以我就在想了，刚刚一定是那一瞬间，有没有？那一瞬，就我们刚进来那一瞬间，大那个还在卡，就对了。哦，有箱子。卡完，突然之间就那个出刷了一堆怪，有黄金。我想怎么这么暗的？我在想怎么暗？我已经调最亮啊，怎么还这么暗？嗯，本来就会比较有点暗吧。它这个，你不拿我拿喽，你不拿的话我就拿一下好了。我拿了黄金。哦，好的。行，那我刚刚拿的是什么？还有箱子，安吧。也是啦，我拿的黄金。哦，它是有钻石，钻石是玛卡叶拿的。我要开蝙蝠车，我跟你说，我才那我还得再去，我再去查一下合成表，那个蝙蝠车到底要更加多么的消耗材料才行？还有那个蝙蝠侠，它可以制造，我记得它有一个蝙蝠侠专用的电脑，就是应该是蝙蝠侠才能用的电脑，可能是啦。那有什么特殊能力，我就不知道了，所以。这些我都还得再去查一下的，然后未来也都会让大家看到了。这样，我觉得这个地狱堡垒什么好像不是很大的样子，而且没有什么搞头，完全没有搞头。你看，我又跑过来了，退几步，哦，莫名其妙。
好的，还有你在往前走的时候，你的那个后脚，你的脚往后面跑一抬，然后会那个会穿过你的斗篷。那个矿很多哎、欸，那个蓝色的矿，不会是吓我的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蓝色的矿是很多啦，可是它另外一种，乖，另外一种有点偏土黄色的，色要这两个一起才可以变成那个最强的合金呢。土黄色那个没看到，那我们再接着找吧。对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强的。那现在这个就算是我们变成超级英雄之后，先稍微试探一下能力，所以跑到这边来，但是发现好像没多少怪让我们试探。刚刚还不够吗？也是哦，我好像只要一刀就可以直接把那个砍死嘛，你应该也是吧？啊、一刀就可以直接把。雕兵库洛也是啊，一刀的事情。这力量二啊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超级英雄套装果然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，但是，你刚好被攻击到，是不是有掉耐久度吗？没有没有，也没掉耐久度。难道他现在这个不会掉耐久度啦？哇，那这样爆好哎、欸！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然你空手打我一拳看看好了，应该不会把我打死才对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有掉耐久度嘞、欸，他现在真的不会掉耐久度啦，这样超好的。对啊，你可不要打我、啊，我没有回血。没有，你一拳下去，你刚刚一拳打我，我也没掉血啊。那是因为你有回血吧？你打我一下试试吧。哎、欸，我也没有掉哎、欸。对啊，现在这个装备应该超强的吧？嗯，欸、真的。但为什么我刚刚还被打到掉了一半的血？我把裤子拿起来，我把裤子拿掉，然后那个完全装备根本没有不赢。对，装甲是根本没掉，装甲值超高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哎。光是头盔的装甲值就跟一整套铁装一样啊！我的，想一穿上鞋子就已经是我。那为什么我刚刚会被打了，就剩掉四格血的，七个怪。剩四格血啊！我那边开始刷怪了。掉了四个多吧，掉四个多，那应该是被烧的，应该是被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这个应该也可以附魔的吧？我在想，他来了，我凋零了，所以应该可以附魔啊！附魔之后是没什么用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怎么了？我刚刚从那边一跳，毫无畏惧，一直跳，然后一直往下掉，我以为会掉到岩浆里面去，但是这只是个楼梯而已啊！哦，你刚。我也被吓一跳了，那边有烈焰人，然后没什么东西啊。那我们不然去刷一下烈焰感吧。我看这一集也差不多了啦，我们稍微 对，然后到时候再查一下什么什么东西。我以为下面是岩浆，我刚刚跳起来往后拉了一把。那这个力量对这个弓射出去有没有效果？好像没有，应该没有任何的效果吧？我在猜，对，没有任何的效果。你又被烧？会。就看你毫无畏惧的冲过去，然后就被烧了。啊，他不掉耐久度啊，我也不心疼。对啊，以前还会掉耐久度的。对啊，以前黄蜂女都爆过好多次。好了，那不枉费我们真的。结束了啦。不枉费我们真的花了这么多这么久的时间来制作它了。对，那我们这一集在这里先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好的，拜拜。我们两个超级英雄在这里。没错，变身巴啦啦能量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